像，但成功那我就找我的了。4.7公里，15.74块，3块钱一公里，货拉拉还是可以的呀。刚才有6个人跟我一起抢这单，结果被我抢到了，嘿嘿，真是太幸运了。您好，货拉拉，就这仨啊？对，就是这。好的。空小绿轻骑，一有绿轻骑，出发喽，兄弟们！找个地方还要拍个本人的照片，里边人太多了。我要在外边偷偷的拍一张。你好，货拉拉，3个。哦，对。哎，那好了，拜拜。我还得拍个照片呢，拍个盒子。好了，拜拜。送完了，卸货完成。这单子拍的也太好了吧，一个点的接他。这是啥？这是79，急了。你好，咱家有没有骑手餐呀？没有。哦，谢谢。嗯，骑手没有优惠。完了，3个单，1个屋子的。最重要的是还有电梯，7层一定是有电梯的。主播大王要是有骑手餐就好了，吃他家的面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吧。没有电梯，看在是3个连单的份上，就爬一爬吧，原谅他了。也好，外卖，我到7层啦。啊，好的，你放门口就行。是，您是哪个？是702吗？你的右手边。右手边，一共有3个人订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对对对。行，那我都放门口了啊，拜拜。好。右手边，这。今天左脚的袜子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调皮，老是往下掉，得走走的，一会儿掉外头去了。以前我记得鞋垫不合脚，可能中午也是爬楼送餐走的太多了，结果呢鞋垫都露出半拉出来了，露半拉给外边，我还不知情呢。到家脱鞋，把那鞋后跟一看，那鞋垫子给外边露半拉，啥呀，这不努力咋打了一点。是不是我走路太晃了？好多人说我走路跟企鹅似的。那谁走路直溜着一点都不晃？不得有点摆动吗？比如手臂呀、胳膊呀。兄弟们，出发了！哪个空桃有的，咱就盘哪个。咱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呀！那么多的树，有没有取麦当劳的？麦当劳吗？2817的尾号。对。嗯，好了，拜拜。那是10号吗？是不是美团10？我看你点出餐了呀，他咋唠嗑给我忘了？还好我眼睛尖，我就说嘛，商家不能这么干，点完出餐结果没出。他那上煲仔饭的机器上都有那个时间倒计时的，3个不同商家，但是送货地点是头一个。出发了，兄弟们，炸鸡、嫩苗五方、鸡蛋灌饼、炒冷面，小贵呀，这会吃呀，都我爱吃的。这定位也太不靠谱了吧！31，拜拜，出来出来，快跑！这那走了，拜拜。从当前位置向西出发，兄弟们，10点起步，吃饭火急呀！哎，借光光了，借过一下，谢谢。他走进来了，我可没时间走进来了。请进。你好，外卖，3个啊，3份餐，拜拜。提醒导航开始，700多米，从当前位置向北出发，前方十字路口右转喽，冲呀冲呀，来不及啦，都怪这个包仔饭，包的那么慢。这个单是最慢的，然后呢，包好了之后还没给我，我都给问他10号，他给我忘了，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呀，以后要多问几遍，不要怕商家烦咱们，多问，不要嫌烦，一定要多问，多动动嘴，对自己还是有好处的。有的时候，下一个单还有10分钟，赶他，别拿错餐就行。着急归着急，一定要稳。稳中求胜，热了，把手套摘了。你好，外卖，来给您，拜拜。下一个是355号了，
还有9分钟，这单给我送的紧张的，小汗冒出来了，冒汗了。你好，外卖。开开了，4楼了。你好，外卖。拜拜。哇，完成。